鬼岛学院进修部是在说一个青年教师叫做孔福之，他在30岁的时候不小心意外身亡，来到了地府，然后受到祖宗的请托，然后让他在地府的鬼岛学院进修部里面去担任一个教职。然后孔福之在那里遇到他童年的遗憾以及他的玩伴，一起去讨论校园霸凌这件事情。这次呈现的方式比较特别，我们以音乐剧培训人才计划作为发想，然后我们用一个音乐剧的题材混一些戏曲的元素，去做一个也许没有人见过的台湾音乐剧。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音乐它是有一点戏曲，然后混一些摇滚，所以我们在动作上面，在排练舞蹈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在想说，我们要做些什么是音乐剧演员不太会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里面还是会有做一些双人，我们叫走交的动作。你很少看到音乐剧演员会从舞台上侧空翻下来，但我们这次有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伯乐座的戏，欢迎来看鬼岛学院进修部。如果你已经看过伯乐座的戏，那你一定要来看鬼岛学院进修部。2023台北艺术节9月22号到24号，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球剧场，鬼岛学院进修部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看戏哦。